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怪物弹珠呢，怪物弹珠玩种版呢，终于跟刀剑神域泳装合作了。那之前呢，玩种版没有更新，但是日版更新了。但是那时候玩种版是复刻那个魔法少女小圆啦。那么他在今天的时候呢，终于更新了这个怪物弹珠泳装的这个刀剑神域啦。那第一个石头。那这次同样的是希望三只都中啦。那之前的刀剑神域的那些系列呢，我只差主角通人，我好惨哦，我全部都抽到了，而且还重复抽到了，结果只有通人没有。哦，停了，哦 ，nice 啦，爱丽丝，哎，这个剧情好像在哪里发生过。话说我的日版也是第一个石抽中爱丽丝了。然后后面就非常的凄惨，第二个石头，希望这一次不会这样啦，拜托，不是吧？有点紧张啊，之前第一个石头中了爱丽丝之后，后面就很凄惨。哦，又停了，哎，哇，歪了，这个好像也是似曾相识啊，不是吧？再听一个，再听一个，哇，没了。好，那第三个石头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爱丽丝有毒啊！不是吧？第三个石头是什么？有没有停？有没有停？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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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。哦，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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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啥？哭啊！怎么回事？话说，第一个石头是不能抽爱丽丝的吗？后面两个石头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算是最后一个石头了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下一部影片见了。最后一个石头，第四个石头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！我停了。拜托别歪！哦、oh, ，nice 啊，撕奶，没有接受的话，猫耳撕奶 ，nice 啦，这样剩下阿斯纳了，拜托再听一个，再听一个，我还没有。结果目前来说是好的啦，因为有中了爱丽丝跟撕奶，那剩下阿斯纳呢，可能过几天再说吧，反正活动那些的石头还有。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，对 B 站的话点个三连关注我。如果你是我的 TikTok 用户，那个观众的话，拜托帮我点个赞，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